这里真高，我看到了很多以前没见过的动植物。玉龙雪山是纳西人的神山，传说纳西族保护神三朵的化身。这个毛茸茸的小熊猫好可爱啊，它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，早晚都会出来觅食，善于攀爬。这个是滇金丝猴，它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。滇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濒危灵长类动物，比小熊猫还要珍贵哦。我第一次见到黑白色的猴子。妈妈，这个叶子上有白色的花纹。这是半叶兰，可用来清肺止咳、消毒消肿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青稞酒，少数民族表示欢迎的酒，小朋友不可以喝，不过你可以多吃点这里的特产酥油茶和牦牛肉。怎么回事？我感觉有点头晕。你这是高原反应，赶紧休息一下。来，快吸下氧气。我感觉好多了，妈妈。大家到高原也要注意高原反应，备好氧气瓶哦。关注我，开开心心过寒假。别忘了给我点赞哦。